是口服的？体外的是滴的。滴的是吗？你把勺口给他们吧。小仙，它是这样子的啊、哦，嗯，不许动。体外驱虫药的话，尽量，主要是蜱虫的话，滴剂那个有些是杀不了的，你要注意看看你的那个打虫的那个效果。它照着的那个按下。是为了消毒是吗？没有取样。是吧？他是要你去上手。蒋丹老师带着你出来抽血。表情，那我小血管可细了。看看一会儿扎针的时候啥表情。哎，嘴闭上了。还得再来一针是吧先生？还有多少？先生紧张吗？嗯，他现在紧张，一直在咽口水。好了，这会儿我们出来了，给他检查了一下，但结果的话暂时出不来，加了个微信，等那个结果出来会发到我们的那个手机里面。看看小仙儿，又挨一管吧。然后剩下我们去晚上去外婆家吃饭。好了，刚才从那个宠物店出来以后，因为他那个检测报告的话要一个半小时才能出来，一个半小时出来，然后我们就那个去那个舅舅家去吃饭去了。吃完饭之后刚回来，回来以后他那个检测报告也出来了，看，给他就因为他最近老是挠啊啥的去抓，然后就给他检查一下他身体里有没有虫，因为仙儿的话他这个驱虫啊啥的做的还挺好的，几乎都是一个月一次。然后给他查去做了一个检查，检查的话他身体里面各种啥都没有，全部都是零，这叫什么钩端螺旋体、弓形虫、立克刺噬体、巴尔通体、巴尔斯虫，反正各种全部查完干干净净的，小仙儿啥也没有，相当于做了个体检。对，等于说给他做了一个体检。然后这会儿晚上了，白天的话南宁这边实在是太热了，也没办法出去转，所以呢我们就每次定在晚上，昨天晚上去那个一个小镇去转了转，现在呢然后我们去那个叫做南宁之夜，它就有点类似于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，所以我们去转转去看看，晚上的话凉快一点。出发。我去，刚说出发呢，我正在接这个，下雨了。嗯，还一下说下大就下大了。给蒋丹说一下，蒋丹在弄衣服准备走，走不了了，这南宁之夜去不了了，下大了，下雨了啊！现在准备好了都，我出门还没下呢，我正在那里，你看都快都淋着的雨，你听是吧，我出门还没下呢，好扫兴啊！我正连我的腰枕都拿了，我正在那接那个布呢，接着，他感觉怎么下雨了呢？说下大就下大了。仙儿，哪也别去了，就在家里过夜吧，还南宁之夜。没劲。仙儿说：“哎，不是出去玩呢吗？”你知道这个锅给谁吗？锅给谁？是不是小狗还出去玩不？